坚固的我执与我执同时起来，贪嗔痴。啊，坚固的执着叫我见。啊，跟着我见一起升起的我爱。啊，这个我爱就是贪呐。啊,啊，这个我慢就是就是嗔恚，嗔恚的一份。 啊，幕后是我吃，你看，我爱，我慢，我吃，这个贪嗔痴，三毒烦恼啊，跟这个我见同时升起，所以莫那识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呀，我们不能不承认呢、啊 只要没有转世成智，这四大烦恼都在啊。到什么时候还在呢？到设法界的佛法界还在。这个问题严重啊！啊，怎么转？ 也转不过来。如来有方便，啊，这是讲到我们这边的方便利用啊。啊，这个方便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夜深六字红名呢。 功夫真得力了，二六师中啊，名号不断。你看他能够把我见、我爱、我慢、我痴，用一句名号啊，取而代之。 啊，在密宗里面，他用一句六字大明咒取而,而代之。啊，张家大师的修行就是一句六字大明咒。啊，二六时东，他不间断呢。 啊，接见客人，我们跟他学佛法都是如此。啊，他接见我的时候，通常我们都是两个小时。啊，他金刚持，我们看他口动，没有声音。啊，他吃粥啊，吃什么粥呢？嗡嘛呢叭咪吽。妈你 啊，口念咒，手结印，心观想。啊，他也把这一句咒传给我，叫我常常念。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这个咒语是什么意思？他讲给我听。 嗡、嗯、是身体，玛尼是莲花，我们在经山也看到有翻译“摩尼莲花”，啊，白得美，保持，这是西藏语，保持。轰、嗯，最后一个轰、嗯、是意，啊。 那么我们把它连起来就，就身、莲花、保持意，这是印度梵文的文法。那照中国的文法来讲呢，那是保持身心，意是心嘛，身心像莲花一样，莲花出污泥而不染。 污泥比喻六道啊，染嘛，染污嘛。莲花开在水上面，啊，莲花的茎在水当中，那个水代表四圣法界，啊，净土就是方便有一土。莲花开在最上面，啊，燃净都不都都都离开了。 那是十宝庄严图啊！你看，污泥根在污泥里面啊，这个污泥代表六道缘啊。莲花的茎在水里面啊，它不在污泥，在水里面。水代表清净啊，花开在水上面，一真法界。 表这个意思啊！啊，我才晓得这句咒语意思这么好啊！啊，心不离口，口不离心，念念呢想着自己的身心像莲花一样。 不但六道不染，四圣法界也不染，这个意思多好啊！啊，在心观想啊，我们敬宗用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这一句名号，也是六个字啊，这六个字什么意思呢？ 南无是皈依的意思，归命的意思。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，无量觉是自己的真如自性。 阿弥陀佛是自己的真如自信呐、啊！啊，皈依无量觉，皈命无量觉，你看这个意思，所以你是懂这个意思。无量觉是自己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 啊，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面讲的好啊，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，啊，不觉什么？阿赖耶不觉啊！啊，阿赖耶是十法界的造物主啊，十法界是从他生出、生出来的、变现出来的。 啊，能变的是虚妄的，所变的哪有真实呢？所以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那、啊、根是虚妄的，啊，真实的真实是自信呐、啊，无量觉是真的，永恒不变。啊，我们要回头，要回头依无量觉，啊，回头。 本来就是无量觉，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叫我们把轮回心舍弃掉，把念佛的心升起来，用念佛的心代替。 六道轮回的生死心。这就对了。啊，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，这个道理啊，基本上明白了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只要那个心转过来就是了。所以，一切法决定在心态。啊，我们不要相信别人。 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啊！佛法讲信，的确跟一般宗教讲的不一样。一般宗教第一个要信真神，要信真主，这第一个无条件的。佛法里面第一个无条件的是信自己。欧叶大师在《要解》里讲的好啊。 第一个信自己，第二个信他，他是什么？他是佛。我们修建土，信阿弥陀佛，信释迦牟尼佛。首先信自己，不相信自己，信佛也没用，佛帮不上忙。 啊，大乘教里面，世尊跟我们说的很多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本来是佛。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，也是这个意思，一定要相信自己本性本善，所有一切不善习性呐，不善是轮回心呐。 本善是佛心啊，是你本来是佛啊，啊，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是迷失了自信啊，不是真的失掉了，迷了，不知道自己有本善的、啊，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、啊。 这些话，全是佛在《大乘经》里面常讲的。我们要真的搞清楚了，真的明白了。